兄弟们，如果你是特斯拉的粉丝，那接下来的福利必须得看一下。我身边这台车呢，就是 Model X 的 Plan 的版本，旁边呢是 Model X 的 Plan 版本。简单来说啊 ，Plan 的版本呢就是特斯拉的一个高性能版本。不过呢，在造型上，它和普通版本的车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除了部分地方有些黑化的处理以及车尾的名牌以外啊，那其他的地方其实跟普通版本就基本保持一致了。不过呢，既然是一台高性能版本的车型啊，那它在性能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台 Model X 的 Plan 的版本呢，它搭载一个三电机的四驱系统，最大功率呢做到了750千瓦，百公里加速只需要2.1秒。旁边那台 Model X 的 Plan 的版本也搭载了和它一样的一个动力总成，只不过呢，由于那台车的车身比较高，所以呢，在加速上啊会稍微逊色了一些，不过也能取得一个百公里2.6秒的加速成绩。所以由此可见啊，普兰的版本呢，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除了可以提供一个不错的性能表现以外呢，在续航方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内饰方面啊，普兰版本它最有争议也最有看点的就是，首先就是它采用了一个类似飞机操纵杆的方向盘，看着很拉风，握着呢也比较的舒服。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像这个造型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去适应一下的，否则呢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除此之外啊，这套内饰呢另一个看点就是这块可以左右转向的中控大屏，左右两侧的驾驶者啊，或者说乘坐者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节这个方向盘的角度，还是非常人性化的。毕竟呢，在特斯拉的看来啊，这块屏幕绝不仅仅是用来仅仅的单纯显示一些车辆的信息，而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娱乐化工具。那一块可以左右转向而且显示效果比较清晰的屏幕呢，也必然会取悦很多年轻消费者。所以如果您是特斯拉的死忠粉，并且呢对性能有一定需求，且在内饰方面的改动呢您也比较认可的话，那特斯拉的 Plan 的版本呢是真的需要值得考虑一下了。